情也有义，但是我听袂好兄弟。哦，咱有血有骨气，但是我听袂好兄弟。你的代志也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如意，也是我的欢喜。无论好歹是机，无论有钱无钱，你我甘心来相挺。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心肝来放作对，脚步着行工位，咱就是我听袂好兄弟。你的代志也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如意，也是我的欢喜。无论好歹是伊，无论有钱无钱，你我甘心来相挺。嘿咻嘿咻拼落去。煞起来，食一碗水果好无？啊，若无，我陪你去外面行行咧，这附近有一碗。好啦，我倒位都无想要去啦，我想要一个人遮静静，请你莫管我好无？煞起来，你听你是咧赶我走？你唔通袂记啊！你是我未婚妻呢。在你八岁时阵，叫金公想要将你娶走，你一去就是十年。我逐天伫遮等，伫遮十年，都是希望你有一天会出现伫我面头前。十年啊！你嘛总算好等着，你现在要等我？我现在要等你，雪姐，敢讲你讲这个话未想过超过？你是我的未婚妻呢，我当然嘛要等你啊！而且，你嘛知我自细汉时就足喜欢你啊，你嘛答应过我要做我的新娘。迄是咱细汉时阵办公会啊，变来当遵守。谁也袂用遵守。咱细汉的时阵，常常咧办公会啊，两个手牵着四界去佚佗。迄当阵我阿爹还袂过身，而且我阿爹嘛真介意，唔只会甲恁阿爹定下这门亲事。你哪会？小黄，迄当阵咱还阁细汉，如今咱拢已经长大成人，阁再讲，代志拢已经经过十年啊。我已经唔是当年遐煞气。报唔掉了，你即摆已经唔是当年的雪晴，迄当年的雪晴，只不过是八岁查某囡仔尔。即摆你已经大汉了，而且嘛，甲一般查某囡仔拢无共款。所以我小凡，一世人一定要等着你。啊，可是我若一世人留在山顶，无爱回来，安尼我就甘愿等你一世人，我永远拢无爱错。我感谢你对我的心，也不过，也不过什么？我坦白跟你讲，我从来都没爱过你。什么？你从来都没爱过我？你这么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讲啊！你去讲啊！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敢讲？你爱是别人，你心内已经有另外一个人啊！讲啊！你去讲啊！我听话讲，我唔对，我是爱，可是是别人。哪里？你拄只甲你阿爹冤家，是不是为了这个代志？我唔对。哪里？你讲，对方到底是什么人？对方到底是谁？这并无重要。你家己家代志，嘛甲你无得。小华，感情代志。是袂用勉强，请你将我放袂记。这桩亲事，得按尊度做。我无怨你，你敢知影？
我伫这已经等十年啊，逐工伫这等你，伫这想你，也不知我心内偌艰苦。你敢有一点都袂可怜？小花，感情是一种爱，不是可怜，嘛不是同情，你知无？可怜甲同情嘛，不可能转换成爱。请你原谅我。帅哥，是袂到你心肝遐尔。好，那我就甲你讲，只要我小花娘，我都爱你，啥物人都我都顶着你。其实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？代志来变成干，代志来变成干的。我爱他，我逐天伫遐等，今日你爱人不是我，而且还要跟我退婚，我恨你，必须给我恨你。小环，你来个吃？阿姆，什么代志哦？无你那才伤心。阿姆，你倒是讲讲，说起你爱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知影？我拢知影。是，说起你跟你讲。这个代志是要叫我怎讲啦？阿姆。你讲伊搞讲，雪晴爱到底是啥物人？代志到这来啊！我老实甲你讲，阮雪晴爱的是杨震。杨震，杨震是咱的敌人，伊哪有可能去介意伊呢？阮雪晴是咧八月时阵，予伊的师父金光圣庙带去仙山，哪会知影杨震遐拄好也伫遐学艺，因两个毋才会熟识。是安尼，阮雪晴佫甲我讲，伊佮杨震已经熟识一年啊，两个伫咧仙山真逍遥，而且伊两个人佫无所不谈。好啊啦，莫佫讲，你莫佫讲啊！小婉，我看这样代志，你会想较开的。阿母，你即摆意思是甚物？老实跟你讲，我即摆已经无后生啊，干那剩一个宝贝查某囝。虽然阿爹真受气，但过做老母的总是有私心。我总是希望我的查某囝有一个好的归宿。可是，伊若真正甲杨震，我……你即摆安尼讲，你嘛表示你已经同意啊？小凡，过两天啊，我看卖啊咧，看卖阮雪晴会当回心转意，转来你的身躯边。啊，若是无，小凡，我请你将我的查某囝放袂记哩，就算讲是阮爸家对不起你。啊！你心无痛，早都无认定这门亲事啊！恁爸家人实在太欺人太甚，白雪晴，王爷对你一片痴心，王爷我只等你十年，今日去爱着迄个臭小子，通敌叛国，连恁爸母啊，嘛为着你的代志背叛国家。背叛帝王，你这阵无情无义啊！我想绝对帮你干掉。别生气，这是你逼我的。
是别人做才好，反正伊唔同意，叫我老的吃。我是王老阿爹，那出去叫阵，起码叫人家出阵，人家拄着阿爹，不阵嘛不是，啊不阵嘛不是。阿爹，我要叫手机搞断，阿奶又在一定休息。我应该过半个老家，过两天有这个事儿。小兰，你今是要到位？无啊，我哪会去到？我是去行行尔。那我该说啊，你今嘛是不是要去找刘建长？阿婆就站岗位，咱就是干贴的好兄弟。嘿咻嘿咻，你今麦是不是要去找刘建长？你哪敢有事？我拢知影。小华，我唔是讲的，我。好啊，我拢知影，我一切拢明白。我拄才走出去时阵，我家己嘛小心一下。你讲了嘛无唔对，咱两个自细汉就分开啊，而且你伫昆仑山熟识着杨震，这个人我嘛捌看过，伊个人是生了一表人才，所以我感觉，恁两个是天生的一对。小华，雪晴，我拄则这个人嘛想过啊，爱是牺牲，是讲的，并不是占有，而且我小华嘛做人。我是一表人才，只不过咱两是无缘分。是啊，啊，不过我有听阮阿爹提起过，有这些名门闺秀当作嫁衣，像像你条件这么好，一定找着比我更好的找伊呐。是不是比你较好？这我都不敢讲啊。啊，不过我嘛是感觉我是一个条件未歹啦。所以我既然爱你，我就成全你。你是讲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成全你跟杨震结为夫妻。小华，我想袂到你安尼做，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。感情的代志啊，无啥物好对不起的啦。只要你能爱着我，你就唔通去后悔，干嘛较牺牲？你明白无？我明白，我完全明白。你若明白就好啊。你即摆若要去找刘振，你就做你去，我袂甲你阻挡。其实我是惊我爹只嘛叫刘振应承，所以我。既然若安尼，你若爹我想办法甲考考，你做你去袂要紧。小宝哥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感谢你才好。你这么宽厚大量，又搁这么疼惜我，一世人只算欠亏欠的。要唔过那小机会，我一定不答。好啊啦，你莫搁讲，你即马紧走。我即马就去。都只讲的拢是真的吗？我看你欢喜的离开，我心内就愈欢喜，因为这件代志，特别发生你身躯顶，你说起，我爱你生不如死，什么人？是我，小花长进，妹妹，妞妞。你是要来找雪晴？我唔对，雪晴人呢？雪晴有多少代志离开啊？既然也是安尼，我嘛有代志想要找你。妞妞找小花到底有啥物代志？伊坦白甲我讲，
白云到底是安怎死的？妮妮，你安尼问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顶该讲，这寒冰顶被破解了，白云就甲顶斗阵化成灰啊。无唔对啊，白将军确实是死伫姜子牙手中啊。也毋过，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，这寒冰顶被姜子牙破解了，白云伊是受重伤离开的，而且伊着约伫伊的后面。妮妮啊，这到底是什么跟你讲？什么人跟我讲的？你无需要知影，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啊。其实妮妮讲的无唔对，白将军和平人叫姜子牙讲破了，白将军都互相知道。哪呢你呢？原底我要借出我的金光阵，啊，不过白将军已经受伤啊，我想讲要紧去找伊，所以我结果唔接。结果安怎？结果我赶到位的时阵，嘛赶快找无白将军。敢若看到涂骹一堆斧子啊！涂骹一堆斧，这面哪有可能？就算讲白将军伊是受重伤而死，嘛应该有尸体啊，哪会无缘无故变成一堆斧嘞？这我都唔知影。姜子牙伊身躯边搁有一个杨戬啊，而且伊个功夫遐尼啊厉害，敢毋是杨戬暗中将白将军害死的？我想杨戬应该毋是即款人。那恁娘娘的意思是讲我小韩讲白贼话了。名声若好，才有空金的招牌。心肝内放作飞，脚步着行岗位，咱就是歌听的好兄弟。那恁娘娘的意思是讲我小韩讲白贼话了。我嘛无讲你伫个讲白贼话啊，而且我嘛知影你甲白云的感情敢若亲兄弟啊共款，你是无理由会害。迄是当然啊，不过白将军的死，就是因为白将军的死，害我甲雪琼煞。你甲雪琼是安怎的？雪琼伊竟然去爱着杨戬。雪琼甲杨戬，这你边哪会知影？这是夫人亲嘴甲我讲的，而且伊家己嘛承认啊，所以我小韩只有。只有安怎？啊！我只有祝福伊，祝福伊幸福快乐啊！想袂到小护士这么有度量，今日我是对你更加实在。好啦，无啥物代志，等下雪琼若倒来，你著甲伊讲，本宫伫咧找。是，娘娘。哎，娘娘，稍等。啥物代志？拄只雪琼嘛是为着杨戬的代志，甲伊那爹玩甲真厉害。好啦，等雪琼若是回来，我会详细甲伊问个清楚。竟然连这个当经理也咧怀疑我，看来我爱跟进，我爱一步一计划。先生，是雪琼在找我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先生，我先去找雪琼。怎会变到安尼啦？哪呢你？你听我讲，就算讲我甲我阿爹断绝白家关系，我嘛要今生今世，我绝对要嫁予你为妻。雪琼，白姑娘好气气啊！
白姑娘，你竟然为着尹正做遐大牺牲，就是，伊就是阮的心上，强子啊，白姑娘，我想要当面甲你解释清楚，你阿兄的寒冰刃确实是被我所破，也不过我无杀。这代志我拢知影，尹正已经甲我讲过，只是有一件代志我袂明白。想多啊，我那家人会心主会在你的心上。人，脚步永远站在。